林苏，醒醒！你最近都经历了些什么呀？你跟我说说。我去了哪里？行李说，代表着永生。世间万物，唯情不死，即为朝圣。我有东西要给你，喜欢吗？ 这个小家伙，反正我也无父无母，是因为我救了他，两个人也好有个照应。我走到哪儿，他就跟到哪儿。你发力的方式不对，手臂怎么会有力呢？臭小子，松肩沉肘，食腹为纲，就叫我阿隋吧。我这一辈子，没几个人对我好，我想天狼是我的，不会一辈子对你好，一辈子。 宣，众臣听令，今日起，把大秦狙击魏国民女，定让你死无葬身之地。原来是本王，你们是在讲什么故事吗？算了，其实原本是想毁了这世界，也想毁了我自己。幸好遇见了你，寡人要让你知道，只有我才是你唯一的王。 都封你为良人了，为何见到寡人，不叫大王？爸，寡人一战全倾天下，绝不需要你的怜悯，更不需要你的施舍。恕我对不起你，我只和你不辞而别。你是为了见他？黄昏时分，我来关个房间，说好，我见你。 行军成败，在此一举。萧炎是我们两个人的将军，我阿石若不答应，一定不会手软。好，说到做到。算了，将士们，全部阵亡。这个小家伙，话都说不全几句。茶花饼，嘴都烫伤了。 还呲牙咧嘴的冲我笑，魏国我扔下去。我有东西要给你，喜欢吗？你再忍耐几天，我一定会带你走。陛下，我已经找到了长生药，一切都结束了，我来接你回去。我生死行，奉死事，愁为子兮，日无光辉，魂消影绝兮。